汉语绘画301句，汉语绘画301句。第十一课，我要买橘子。一，句子。61，您要什么？62，苹果多少钱一斤？63，2.5一斤。64，您要多少？65，您还要别的吗？66，我要买橘子。67，太贵了。68，您尝尝。二，绘画。您要什么？我要苹果，多少钱一斤？2.5。那种呢？1.3。要这种吧。要多少？2斤。还要别的吗？不要了。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橘子，一斤多少钱？2.8。太贵了。那种便宜。那种好不好？您尝尝。好，我要4个。这是1.5斤，3.75块，还买别的吗？不要了。您要什么？我要苹果，多少钱一斤？2.5。那种呢？1.3。那这种吧。要多少？2斤。还要别的吗？不要了。您要买什么？我要买橘子，一斤多少钱？2.8。太贵了。那种便宜。那种好不好？您尝尝。好，我要4个。这是1.5斤，3.75块，还买别的吗？不要了。生词，要，要，苹果，苹果，钱，钱，金，金，快，快，圆。
圆。毛。毛。脚。脚。海。海。别的。别的。橘子。橘子，长，长，售货员，售货员，种。便宜，便宜，分，分，录音，录音。喝，喝，汽水，汽水，多，多。停，停，雪碧，可口可乐，可乐，您要什么？我要苹果。您看什么？我看汉语书。您吃什么？我吃橘子。您听什么？我听录音。您学习什么？我学习汉语。你尝尝。你吃。你看看。你听听，你问问，我要买橘子，我要看电视。我要吃苹果。我要喝汽水。
我常去百货大楼买东西。那儿的东西很多，也很便宜。你要喝什么？有汽水吗？有。要两瓶吧。61您要什么？62苹果多少钱一斤？632.5一斤。64您要多少？65您还要别的吗？66我要买橘子。67太贵了。68您尝尝。谢谢，再见。